In Wuhan, doctors felt the bulk of the crisis a couple months back. 有点胖，我觉得两头看着多。那个场面你背都忙不了啊，交通车一车子一车的，一来三四百个病人同时住院，突然来这么多病人，登记来得及吗？一百个人登记都来不及。 With the unprecedented influx of patients, the doctors of Wuhan are overwhelmed.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到了后半夜，人都疲劳，要睡觉，要休息啊。我们需要做的是马上让他安排一个病房，安排一张病床，让他躺下，他的心就放下了。三天收满，三天三夜我们没睡觉，因为病人不能等，病人着急啊，放在外面就多一份感染的机会。In China, the coronavirus appears to be under control. New domestic cases have all but disappear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But in a handful of emergency wards, the battle to beat COVID-19 continues. Dr. Chen Shu is a doctor from Shanghai, sent to Wuhan to aid in the crisis. 感觉到一来就是一种暂时气氛，那个前几天我是没法睡觉的，哦，我经常晚上会焦虑的醒过来，哎呀，我想我的队伍进去不要没防护好，半夜做梦一下子醒过来，因为梦境里面就在这个抢救病人的病房里面，突然看到一个护士穿的严严实实的，像是大白熊一样的，戴了一次外科口罩，他没有戴防护型的医用口罩 N95 口罩，这是最危险的，必感染。我咚一下坐起来，我说要死了，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做梦，躺下再睡，再睡不着。 没进病房的时候，你说这个医务人员一点没有恐惧心，那是假话。人人都怕的，你没看到病人，你想象是传染源子的吧？就想象到万一感染上怎么样，去看到了这个人，你觉得他是个很需要我们去照顾的，非常不幸的一个人，一个病人，你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我都在踩刹车啊，大家要注意注意，因为进去拼命一样的干啊，大家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你不感动啊！你真的感动，我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我都掉眼泪。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还好，还好。想不想回家？你家呢？不想回家呢。Dr. Feng Wei heads one of the Hubei medical teams. 像我们这一批就主要是以呼吸和 ICU 的医生为主，还有急诊科的，然后另外辅助一些有其他内科的专业的医生。嗯，医生大概能占多少名？30名吧。 剩下一百人是护士。护士，其实也很重要的。你看我们这一批的话，有20多个护士都是有 ICU 背景的，就是重症医学背景的，还发挥很大作用。Today, Dr. Fang checks in on elderly patients, one of 40 severely ill people in his ward. 他好像是比较重，他是年龄比较大，85岁，然后带着CBCA，他现在看也是带着多看，这病人都病情比较重。 这个器官，神经能啊，包括它的饮水啊，都得有问题的。它这边前两天，连续两天出现这个烧到出血，出血量是很大。因为像这样病人的话，他的病理生理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而且病人的那个内环境也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护士都是按照每小时来统计，而不是说是一天统计一次，包括他各指标监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心脏收缩力很差。 很差，你看我们回顾一下，他那个，而且液体量很多，这是左心，左心收缩，你看他就，不行，你看，收缩就是那种很肉，很小，而右心很大，你看，这是右心，这是左心，但是倒没有见到明显什么切断，有什么心梗啊，什么心瘫，就是力量不行。2020年3月2号，小加班，异常。 那现在其他的话，就心脏的指标、血压、心率，包括那个我们说其他的这个电解质啊，你基本上指标都还可以。现在主要是一个那个血栓的问题。不会管，应该撤了吧？是吧？对，不会管，就是导尿管也应该撤了吧？昨天我就让撤锻炼，然后拔管。这个东西很好饿。这个刚才我给你举的也讨论过。控制。这个病人呀，这种病人的营养给他要给营养，但是一定要控制。 不要给他让他吃的这么多，所有的器官他就恢复失踪，包括心脏，他就恢复失踪。
所以呢，大家在这时候恢复是给他吃啊，吃了很多很多，一定要限制。好，口服芒果很安全，它不吸收的，有的时候可以给，因为它有鼻饲的，你给。Medical staff struggl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buying time for critically ill, in hopes that their own defenses will eventually gain the upper hand. Back in Wuhan, the ICU is busy with new patients. 你看上了辣椒啊？没有。没有，西红柿。哎，西红柿炒鸡蛋。哦。嗯。肉包子吗？嗯，好像是酱肉包子吧。哦。应该是酱肉包子。This is the critical patient doctors were discussing earlier, the hungry man whose diet needs to be controlled. 要的吃。哦，要的吃。哎，叫医护人员要。会饿吗？很饿。The man is 50 years old. Before arriving here, he'd had a fever for several days.At first, he took medicine at home, then received injections at a fever clinic. But he's developed a lung infection, then respiratory failure. 时间久了，他其他的脏器啊都会出现损害。到后来的话呢，他就不光是一个肺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他其他各功能都要衰竭。所以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情。Chen and his team decide on more aggressive measures, known as tracheal intubation.Chief Anesthesiologist Gao Fang leads the team. 我们所做的临床麻醉工作，很大一部分病人都是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的病人基本上都需要做气管插管，所以这项操作是我们日常进行的一项操作。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一些训练，可以说我们得到的训练的机会最多，我们做这项操作是最熟练的。The operation poses a double risk.Medical workers are exposed to an open airway, and the patien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breathe on his own. Should the intubation fail, he'll suffer even more damage to vital organs. So does that of the patient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n Wuhan. Dr. Gao explains how the trachea procedure will go down. 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用最有效的最快速的方式来完成插管，我们要求是零失败、零失误。如果一个人操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两个人配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那这两个人怎么来配合？分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负责主要的操作，另外一个负责就是一些给病人注射药物，同时要监测病人的这样一些生命体征，随时来进行调整，给病人保驾护航的时候。他有点胖，我给两毫克米唑。你普通的普通的。对，先给两毫克米唑，然后羽毛酚先给个40到50的，缓期中一吹，看情况可以再给一点那个羽毛酚。可以。我要粉丝。好，等一下。先不说话，慢慢的吸气来，吸气，深呼吸来。我们现在的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就已经完成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插管还是非常顺利的，病人的这样一个氧饱和度始终是维持在94%以上。接下来我们做的就是要把呼吸机的参数要进行一定的调整，然后的话我们把后续的镇静药我们要给它持续用下去。Monitors indicate that the patient's blood oxygen level starts to rise after the surgery, but after reaching 96%, it falls back to 93% days later, even with oxygen therapy.那给他插管以后没有办法改善他的氧合，这是什么原因？这说明肺的底子太差，就是你虽然把气供进氧供进去以后，它里边弥散不了，它里边肺可能这个肺泡里头啊都是有种胶冻啊或者水一样的东西啊，在这个呼吸窘迫的这个炎症渗出很厉害，氧透不到血里去，如果你撑不过这个阶段那就很糟糕。 That is, he could suffer permanent damage to his brain, heart, kidneys and liverDeath by massive organ failure.
200，你先打200。我们在第一次血气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变化。To save the patient, the hospital team hooks him up to a heart-lung machine to boost his O2 levels. 这个患者上了 ECMO 以后呢，他的反应怎么样？他运转之前的氧饱和度大约只有93左右，运转开始后很快100%，就是达到了我们彻底纠正低氧血症的这种要求。这也就是说，他全身已经不出现低氧的这种情况了。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 ECMO 支持下，他的呼吸机就可以逐渐的减除或者降低支持力度，让自己的肺慢慢恢复功能的开始要。我们要机器也连在他的设备上面。哦，对，因为它这是一个循环，我们又是另外一个循环。怎么从在哪里连接呢？看，这是一个膜肺，这是一个膜肺，那么氧是从这儿进去的，我们的血啊是从这儿抽出去，在机器里面滤过之后，从这边就还给它。现在血已经到这儿来了。它马上就会变成什么东西。我们的 CRT 一方面是保证它的酸碱的平衡，进入这个平衡。另外一方面，它如果有多一个水分，我们清除多一个水分。再一个，如果它有严重因子，我们会给它清除掉。特别是在做 ECMO 的时候，体外氧合的时候，很多病人都合并的这个细胞因子啊，严重因子非常高。这对这个病人的康复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们的 CRT 在保证它的酸碱电解质的平衡，同时可以清除炎性因子，那么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康复就很有帮助。The patient in bed number one eventually completes hi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with no increased inflammation. All of his organs are saved. Doctors take him off assisted ventilation and he resumes breathing. 把 ECMO 脱掉，你就解放了，你就好了。陈先生，千万坚持一下，五分钟之内结束，好不好？这个是皮肤上面，看一看，看到了没有？你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看到吗？有信心吗？很好，很好，不容易吧？不容易，太棒了！With the breathing assist removed.The patient can start the 2-week road towards recovery. 5 days later, nurses check on his progress. 能坐起来了哈？能坐起来，可以坐起来。还喘不喘？喘气还好，不乱喘。喘气功能还可以。是吧？看你精神还蛮好的。精神还可以，他们照顾不了好。他们医生照得好，照顾不了好。